情，稻草人不，一死两命，萱萱。我们今天先来玩一个肥玩，什么？在胖子和妹子之间选了妹子？不是，你听我解释，今天是来给各位福利的，大家直播嘛，第一时间就到了，我让你们挑一个妹，选选在哪？选与萱萱哦，这个。老板好，我是萱萱，我跟萱萱都有在接接单，英雄联盟的单。哦，那他基本的话，擅长是三号位的拉克斯。好，银牌的实力，银牌的实力，这个感觉蛮乖的，可以陪我打罗吗？可以呀、啊，那我要下你单了哦。找到了，好快啊！阿特是谁？你我不能忽视的现状。你是萱萱还是萱萱？要不要整他一下？靠腰，我是要整下萱萱。没了，开玩笑的。靠背哦，变身出来了，那怎么办？我本来想要假装自己是一个废物 AD， 然后强力 carry 他，让他非常的惊讶。哦，有了，有了，对，听到了。好，是我姐姐发现你的。啊，你姐姐是谁？你姐姐是萱萱吗？我姐姐是萱萱。那你叫她过来。啊，没有，没有，好，我跟你玩。你知道每次接单的时候，就是有点两个人的单，然后到最后老板都说我要萱萱。为什么？我刚刚只是想说要搞你一下，我根本不知道萱萱是谁。啊，你们会一起玩吗？会啊，我们。我可以一次下两单吗？可以啊，要看萱萱应该现在才有空了，等一下下一单看你要不要下他。好，没有问题。One hour later， 姐姐上来了。嗨，萱萱。丁哥好。哥哥大，银色赢啊。你的男朋友比我更大滴。丁哥好，他兴奋中。你好，你好，萱萱，你要跟我一起走下路吗？那你要做好被我雷的心理准备。不会，我刚刚已经被。然后，我又猛哦，先帮你治疗。哇，哇，我点燃到。没关系，你待在我后面，好的，没问题。你 OK 吗？哇，好像顶不太住。好像顶不住了，看一下。不会了、啊，我会 carry 你。为什么你们声音差很多啊？哎，这不像、啊。所以会长得很像，但是声音不像，不是正常吗？双胞胎都这样啊。该怎么讲？声音有稍微练一下吧。对，姐姐有练声音。哦，你很像声优哎。我问你哦。你要问谁？问我吗？对，是你。好，请说。我问你哦，你喜欢御姐一还是萝莉？御姐。我要上啥？为什么你声音会变？因为我想要找到让你最喜欢的声音啊。这声音我有点熟悉，我会怕，不要啦。为什么会怕、啊？你名字？没。我名字？你怎么变的？你是变声器吗？你是北哥吗？我跟你讲，聊天室你不要再刷变声器，我姐姐不是变声器。我变声器这种低级的东西我才不用呢。萱萱，我有点紧张哎。我也很紧张。我不管聊天室，但是我会很紧张，因为丁哥就是打得很好的那一种。没有啦。我的手在颤抖。没关系啊，反正你又不用动，你在我身上就好了。抖一下。32岁是你爱的玉姐啊！你们两个加起来比我大两岁，只比你大两岁。嗯，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，有点特别。我是你的最特别的一个吗？有人说你眼妆超正哎、欸，我不想正面回答你这个问题，我好热。姐姐太快受不了了。可以换萝莉模式吗？玉姐那个侵略性很强，扛不太住。你扛不太住。这可以。所以你要是嫌弃我的御姐吗？没有吧。扁他！萱萱，扁他！走走走，扁他！再扁这个，扁脸上这个。
哎、欸，点不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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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样点不住，我点不住。我好嗨哦！奶我一下，奶我一下，奶我一下，奶我一下。等一下，先不要奶，先不要奶，奶我一下，奶我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奶你了，啊、奶你了，舒服舒服舒服。但是我没摸了，你没摸？奶一次多少钱？不是，奶一次多少魔？45魔加15%最大魔力。一口一个，一口一个叫特哥，别太兴奋。那个聊天室注意一下，你有没有感觉到妹妹被放生了呢？有的话，你再加一。只要这是御姐笑声吗？你可不可以开个变声器在笑？我们就是我没有的。好，没有开玩笑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不要难过。没有，我现在觉得很难过，还是会人开大吗？宝贝，虽然我现在我觉得我被放生了，我又被放生了，我都是被放生的那一个。哦，哎、欸，所以很常有客人一次下两单啊。对啊，然后就会变成现在这样子。那不错啊，你爽赚哎、欸！你说不用讲话还能对啊，对啊，好好体验游戏就好了，不用那么难过。嘴巴动了就交给我。怎么了？没有我们的事，没有我们的事，继续发育，浓到魔剑再讲。可是我没死掉啊！哦、啊，对。啊！我没有注意到，拜谢拜谢。我等一下大姐我就直接刷钟帮你。你不要不讲话。哎、欸，你接单了要讲话吧？不是啊，奇怪了。哎、欸，大爷来了。我们的单。卷卷，我们上。卷卷，我们上。我上。痛扁他 ，nice 卷卷 ，nice 双杀。哇，你好强，这猫咪。你这大局开的真的好，再来一次，啪啪啪，萱萱，啪啪啪啪，萱萱，萱萱屌不屌你？你不为你姐姐的大局喝彩一下吗？你姐姐刚大的很好啊。可是她没中路。哦，没事啦，我相信她拉克斯，她拉克斯刚玩的很好。跟你说，我们两个打喽，我妹最厉害。你妹最厉害，我听说她是永平最强女打野。你干嘛笑？那不，你可以切回御姐吗？我不太习惯这笑声。没有，他御姐笑还是这个笑。哦，是啊，好，那不用切了。叫爸爸。爸爸。什么爸爸？有没有，有人抖内叫我叫他爸爸。干嘛啦？这你还要笑？为了钱低头，这你们不是很清楚吗？但是我没有叫过别人爸爸。真的吗？那叫我爸爸。真的不叫哎、欸。那怎样？有点害羞哎、欸。哦、欸，他一直扁我是怎样？他一打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老鼠来了，老鼠来了。哦。嗯，很明显、哦。你有老鼠，你当我的 AD 没有打一，不对，杀掉了，轻松。你当我们没有猫咪吗？你刚刚说当我们 AD 没有打野，你不要以为我没听到。那声音是不是越听越熟悉？看不到吧？碰扁。Rampage， 哎、欸，打野来了。他想结束。说话，特哥，你跟谁玩？我跟璇璇在玩。哎、欸，还有璇璇呢？啊，对，还有璇璇。哈哈哈！璇璇，璇璇，对不起。剩下看腰里的特哥问他们明年要不要一起过母亲节？哦 ，QQ。哦、有人问说你们明年要不要一起过母亲节？哈哈哈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啊！没事没事。姐姐一直讲话嘴巴酸不酸？话累了。哎，来不及！不要！好，这。我们的丁哥也没有被杀。哎哎哎！碰扁可以耶，这达瑞斯。拜拜。无情暴打，结束。哦。可以。特哥这场没死，是因为姐姐让你比较硬。哦。奶我一口，拉扯 ，nice，
可以。再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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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来。再来，再来，再来。我现在只有点蓝，还有蓝。我觉得要先回。Nice。他在跑哎、欸，还在跑，还在扭，还在扭。应该要加速。哟，加速到了。Nice， 萱萱。还有萱萱。谢谢。特哥这场闹得准，是不是因为两个女生才比较会射？稻草人哭，第四两名萱萱。哎呦，萱萱！哎，萱萱怎么？这是被稻草人杀死了。萱萱。哎，草人掉了。他在这里，他在这里。好惊人。救不了，好，马上。卡特来了，看一下卡特，看一下卡特 ，OK， 稳，扁他，扁他，哇，可惜。哎、欸，活了活了，走走走，萱萱走的、哦，这样我们要舒服一点，我提醒你。哎，没事。卡特卡特，点掉，点掉，哎、欸。Good 的。好像赢了、欸。开心吗，两位？啊，我很开心啊！萱萱呢？希望大家都玩得愉快。很开心。嗯。嗯。嗯。好。哈哈，我的弟弟，杀杀杀杀杀 ！Nice 啊！50块。哎、欸，你们 I G 是一起的，是不是？还是不一样？啊、那6000的是谁？我。啊？只是不知道我是谁。萱萱，这听起来是萱萱，因为声音听起来比较难过。